先生，您请进吧。哎，《帝规》圣训，首孝悌，次谨信，泛爱众，而亲仁，有余力。什么？早啊，广警官，等我呢。魏超回来也不告诉我。魏超没回来啊？少来，苏林人都知道了。哎，大姐，我的话你都不信啊？魏超真没回来？那你去看看。干嘛呢？蹲在这儿干什么呀？不去工作啊？一个个咧着嘴笑着干什么呀？难住我！这么多花，舍不得花。羡慕吧？谁干的？不错，还笑，赶紧承认啊！
要不然一会儿亲自把这个人给揪出来。方姐，您这爱秀啊。谁呀、啊？这是谁给方爷送了这么多花啊？是魏超来过了。梁锁，干嘛呢？这么多人。这有什么好难为情的？以前人家给你送花，连门都不让进，你这也太跋扈了吧！今天这是我批准让放在这儿的。哟，廖总真贴心。都已经耗了五年了，也该成个家了。就是。廖总，你这话我听着太熟悉了。哎，是我爸妈教你的。边工作边生活，这叫生活工作两不误。他们来祝贺，这也是我同意的。对，祝贺奖。这事儿鼓什么掌呀、啊？工作时间还不去干活？哎呦，省得，算了，小张，把门给我关上。得嘞。Thank you.